各位同学，大家好。 大家请坐。呃，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大乘起心论》。呃，我们已经到今天是第二十四集。呃，过去的二十四集我们学习过了《大乘起心论》的前两部分，一个是叫作因，一个叫利益，作因呢，就是创作《大乘起心论》的这个原因，为什么？ 立意呢，就是什么叫大乘，啊，我要把这个意思立起来。第三部分呢，就是解释为什么叫把大乘法立出来以后，他要解释这个大乘法。换句话说，什么叫大乘？啊，那么我们说大乘有两种，一种呢是一种存在的东西，管这种东西叫大乘。 古代呢，管古时候管存在的东西呢叫有法，这个东西确实有。啊，呃，是一种存在，有就是一种存在，所以呢，大乘有两种，一种呢从事儿上来讲，确确实实存在一件事儿，它可以称之为大乘。另外呢，这件事情上呢，啊，你为什么管它叫大乘的事情呢？是因为它含有大乘的法，所以大乘有两种，既有大乘的事。 又有这个事当中所含成、所包含的，大乘的理。那么在利一分当中呢，就是立大乘的这个正法的时候呢，他把这个存在的事儿给立出来了，讲出来了，并且呢，这个事当中所含的理也讲出来了，但是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所以大乘起心论的第三部分，就是针对大乘的这个事。 和这个事中含的大乘的这个理进行的解释。那么利益分当中，管什管哪件事叫大乘呢？管一切众生心叫大乘，是大乘的事。那么这个一切众生心呢，啊，又含有道理。这个道理呢，叫大乘的理。 这一切众生心还有什么道理呢？还有大乘的道理。那么，为什么管这个大乘、管这个心里边所含的道理叫大乘呢？给它一个形容词叫大乘理呢？是因为啊，这个众生的心，他的体大，他的相大，他的用大，所以管这个众生心里边含着这个理叫大理。 同时呢，所有的诸佛菩萨，所有的诸佛啊，就是最后一品无名都没了，啊，可以称之为如来啊。那么这些人是利用这个法，从凡夫地走到了这个佛地，一切菩萨。 结乘于此，都是乘着这个法，这个法称之为车，给这个比喻，也都是坐着这个法的车，进入到佛地。佛地就是法身大师，啊，就《华严经》讲的十住、十行、十会向、十地等觉这四十一个位次，啊，叫佛地，啊，不是佛果，啊，没有证得圆满的佛果，就是我们说的分证即佛的这。 这这些法身大事，所以又管他管这个法呢，又又给他一个形容词叫“乘”，“乘”是一个比喻。所以这个法又大，它又是一个运输工具。啊，大大在它的体大、向大、用大。啊，为什么给他一个比喻，就管它叫车呢？就是所有的诸佛都做了这，都用了这法，从凡夫走到了佛国。所有的法身大事都是用了这个法的车子。 从凡夫地走到了法身大师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个法也叫称，啊，它既大又称，啊，又有运输工具，而同时这个大秤呢，还有大人所选之车之秤，啊，这个称是谁选的呢？啊，是大人物。什么是大人物呢？普贤文殊，啊，你看一切诸佛这人物不大吗？世尊呢？ 人中之尊呢，那是大人物啊！法身大事，为什么叫法身大事呢？啊，就是因为，呃，他大嘛，比我们大嘛，他正得自信了嘛，所以他是大人物所选的法，啊，他是大人物所乘的车，从凡夫地走到了佛的果地，所以这个法呢，我们不管它叫别的法，叫大乘法。 啊，那么这个起心论在把这两大秤的这两个东西，一个是事，一个是理，立起来之后，第三部分就进行了解释。解释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说的这个，呃，一切众生心是大秤事儿，这个事情呢，众生心还有大秤的理，这个理呢，你管它叫大秤的理，这个心呢，你叫大秤的心。 啊，我们都没意见，但是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为什么呢？为什么你管这个心，啊，这个东西叫大乘心？为什么管这个心里边所存在的法叫大乘法呢？那我们得解释啊，以理服人，所以佛是讲理的，啊，就是我们《弟子规》上说的“是夫人心不然”，啊，因为你是佛，你就让我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嘛，呃，不能这样，理服人方无言啊，靠道理来说服别人。 所以解释分呢，就是给你讲道理，为什么我们说这颗心叫大乘心？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心里边所含的道理叫大乘法？啊，为什么？所以呢，《起心论》第三部分叫解释分啊，解释的这一部分。那么，解释分当中呢，它就要解释，为什么我说你体大？为什么我说你相大？ 为什么我说你用大？我要把这个大给你解释清楚啊！同时呢，我还要把你这个秤给你解释清楚。那那那你说这个啊、哦，我这个大秤，我这个众生的心叫大秤心，这个心里边含着大秤的道理啊。那么我怎么利用这个大秤的这个道理啊？ 从繁复地走到国地呢？那好，所以说我们解释也得分两部分，首先要解释这个大，然后再解释我如何乘这个车子呀。是，这是个车子，能拉着我从繁复地走到国地。那我如何坐这个车呀？啊，就换句话说，我从北京到南京，我我是怎么走啊？ 啊，有车的车的，我坐这个车，我怎么说？我得啊、哦，第一，你先得买门买火车票；第二，你得打出租车到火车站；啊，第三，你得上了车；啊，第四，你注意看车站牌到了南京你下，你这才能从北京到南京啊！啊，所以我怎么坐这个车呀？车是有了，我怎么上这车？我是，呃，网上买票啊？我还是电话订票啊？我还是到车站上去？ 站，嗯，的车站上那售票处买票，你得告诉我，是不是？哎，就这意思，就是，所以他的解释分要解释这个大字，也要解释这个称字，啊，所以解释分呢，啊，它分成三部分，啊，所以我们，啊，回到经文，啊，回到起心论经文，我们先看偶一大师的列网书。 他说三，解释分。啊，解释这一部分呢，欧一大师给他在著述当中分成两部分。初就第一部分啊，在这个在一般科助当中说初就是第一部分，他不说第一，他说初，初叫立科，啊，我还得把这科给立起来。我的解释分成哪几部分？分成哪几个科目？二正解。 第二部分解释分的第二部分是讲什么呢？正正式的给你解释。第一部分我先立我解释所分几科，分几个几个部分。第二部分呢，我就解释每一个部分。那么现在我们先讲第一部分，看看解释这一部分到底立了几个科目啊？所以我们看《起心论》，云何解释分？什么是解释分呢？啊、嗯？ 词有三种，那个、三种就三科嘛，啊，解释当中包括三个部分，啊，就是这意思。所谓是哪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说的显示实意，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对峙邪执，啊，第三部分分别修行正道相，就这三部分。然后第一部分呢，叫做显示实意。 显示实意呢，就是解释什么叫大，为什么叫乘，啊，把这个道理要给你解解释清楚。完了以后呢，第二部分叫对峙邪执，就开始教你怎么上这个车了，啊，教你怎么上这个车了。那么对峙邪执跟分别修行正道相这两部分，就告诉你如何利用这个车从凡夫地走到佛的果地。 什么叫对治邪执？对治就是克服，啊，解决；邪执呢，就是我们说的见思烦恼的见烦恼，啊，邪执，邪执就是我们说的见思烦恼的见烦恼。我们见思烦恼有对人的见思烦恼，有对法的见思烦恼，啊，所以我们对人的见思烦恼。 对法的见思烦恼当中的见，就是法见思烦恼的，在人当中啊，有见思，有对人有见烦恼，有思烦恼。对人来说，对法来讲，我们面对法的时候，我们也有见的烦恼，也有思的烦恼。那么这个见烦恼，我们叫做邪执啊，邪执。 那么这个邪执，首先要去除，最容易去除，因为见烦恼特别锋利，才叫利使，使呢就是驱使的意思。啊，我们我们在生活在六道当中，我们被什么驱使啊？我们被见思烦恼驱使，见思烦恼又分成人的见思烦恼，对人的见思烦恼。 对法的见思烦恼，我们被这两种见思烦恼在驱使着，在施法界当中，所以“使”也是烦恼的意思。但是这个烦恼、见的这个烦恼，它锋利。什么叫锋利呢？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我们先要把这个容易解决的，先给它解决掉。所以第二部分就是对治邪执，先要把观点上的。 问题解决，这叫见啊！所以佛门当中说，你什么时候开始真正进入到佛门修行了呢？是见烦恼解决之后，开始进行思烦恼的修行之后，那个时候才叫真正进入佛门。如果观点上的对人和法的这个思烦恼没解决，你还没有入佛门，你还没有准备入佛门。所以。 克服对人和法的见烦恼，是我们入佛门的预备课，所以它放在第二部分，叫对治邪执。完了以后呢，分别修行正道相，分别就是给你解释、给你分析修行的正道是什么样子。那么，修行正道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人的思烦恼、对法的思烦恼，这个叫顿时。 钝就钝愚，钝就是不锋利的意思。它相对于利来说，这个思烦恼啊来的慢，去的也慢，所以才要三大阿僧祇劫，慢慢慢慢把这个思烦恼去掉。那么分别修行正道相，就是给你讲如何把思烦恼慢慢慢慢的通过信解行证把它去掉。 那么，在克服思烦恼之前，首先克服见烦恼。见烦恼当中包括对人的见烦恼和对法的见烦恼，就是我们说的观点上的错误。你认为你认为有人吗？我认为有人，这就是见烦恼。你认为有法吗？我认为有法，这就是对法的见烦恼。这两个烦恼先给它解决掉，先让你取得一致认同。我没有人，也没有法。 啊，所谓所有我们看到的人和法都是虚妄的，都是没有自体的，都是把那个东看成了那个西，那个西本来是不存在的，都是这样类的事情。啊，那么你首先要是认同，然后分别分别就是给你分析。啊，修行正道相，你修行的正确的道路是一种什么样子？那就说。 实信实行实回向，啊，实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五十一个位次，啊，这就是分别修行正道相，他给你分析，啊，那么分别修行正道相就相当于我们说的如何上这个车呀，先得买票，啊，先得这个。 呃、哎，现在这个买完票以后，然后检票、检票上车、对号入座、坐上车，然后看站牌、听广播，然后走到南京，这就是乘车的正道相。那么你乘车之前，那你首先得树立一个观点。 对吧？树立什么观点呢？这个车确确实实能到南京，你得有这种认同啊！你要不认同这件事情，那你上了车干嘛呢？啊，这个车确确实实能到南京，为什么呢？很多人，包括我爸爸妈妈，都坐了这个车去了南京。 大乘嘛，大人物所乘的车，啊，这个车确确实实能拉着我去，能动，并且这个车能拉着我走到南京。你没有这种信念，你怎么会上这个车呢？所以，对峙斜直就相当于对这个车到南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虽然你还没有到南京，虽然你还没有坐上这个车。 但是对这个车的认识有了，这就是观点上树立起来了。然后咱们再说具体怎么上这个车。那分别修行正道相这一个内容，就是告诉你如何买票上车、坐车去南京啊。所以解释分当中就解释这三部分：一个为什么叫大乘。 第二一个，你首先要树立大乘的这个观点，有对大乘有个正确的认识，咱们说，然后在正确的认识的基础上，啊，咱们再说分别修行正道相，咱们再说如何修大乘。啊，你看我们六合境，第一合是什么合？剑合。然后剩下的五合都在这个基础上，首先要观点上一致。 就是我们说的没有邪执，你不能执己见。你看，我们说你老是自执、自持、自执己见，啊，邪执就是错误的执着一种观点，错误的执着一种想法，错误的执着一种理论。这个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啊，上一堂课就知道念佛法门了，好啊。 啊，方便啊，究竟啊，简单啊，稳妥呀、啊，这这些观念一下建立起来了，啊，所以它它利，它锋利，它来得快，但是呢，对不起，它去的也快，你一出门，一碰到贪嗔痴慢，就把这个事儿就给忘掉了，啊，这个钝，利，还有一个钝时，钝时呢，呃，它慢，你比如你你抽烟吧，你抽了十年的烟。 啊，然后突然有一天到医院去，大夫说抽烟不好，给你看了肺部的抽烟的人的照片啊，然后怎么得癌症啊，然后怎么一，哟，这一下观点就树立起来了，同意，那、啊、见烦恼解决了，认为抽烟不好，正确的观点树立起来了，能戒得了吗？这个烟瘾就是我们说的顿时。 这这不容易啊，因为他十年积累起来，他来的真慢。这个瘾的养成不是抽一颗烟就有瘾了，他是抽若干颗烟，很长时间把这个瘾养成了习惯。习惯养成之后，要想去掉这个瘾，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我原来抽烟啊，零八年呃九八年戒烟，戒了大概我觉得三年，我从插队。 插队是十八岁抽烟，一直抽到抽了三三十年的烟吧，啊，戒戒了三年。这光过,过程当中，你还有很多方便啊，什么买假烟呐、啊，什么吃瓜子儿吧，弄口香糖吧，哎呦，这都是全法啊，就是佛不是全十二法吗？你为了戒这个烟。 你设置了很多方法，这种方法便于你戒烟，叫方便法。佛也是这样啊，我上来就告诉你了生死出三界，你做不到啊。那咱们来点善巧方便法吧，叫方便法。方便法就是我们说的权法。权法什么意思？暂时用，最终还要废掉。你看你戒烟不就这样吗？你暂时吃瓜子啊啊，吃口香糖啊啊啊，还什么吸那个假烟。 看、啊、那假烟烟嘴是中药做的，一吸吧它还冒光，还有音乐伴随着你，啊，什么献给爱丽丝那个音乐，我记得是，哎呀，你觉得真的，你手上有一种感觉，像拿着烟，并且那个烟头啊，那个那个还有一个灯泡跟着亮着，而且你一吸吧，它还真出烟。那你你说我现在戒了十年。 九八年、零八年、一八年，我快记了二十年烟，我现在还用这假烟吗？不用了，说暂时用，最终是要放下。那么这叫拳法、权谋、权就是权且先用着，是暂时用着，最后把它放掉。啊，就和你骨头折了，那大夫给你打上钢的，这就是拳法，啊，把你骨头里埋上钢，完了以后呢，等你的骨头长好了再开刀把这个钢片拉出来，那这个钢就叫拳法。 佛讲法分全十二法，他只有到了《法华经》的时候，才合盘多书讲出实法。所有的大乘、所有的小乘，啊，所有的声闻缘觉，包括权位菩萨，都是方便，为了引导你走向实法。当你碰到实法的时候，我告诉你，原来我给你讲的那经哈、啊，都叫全法，都叫方便法门。啊，所以。 分别修行正道相，这里边充满了权法，就是方便法啊！因为我不给你很多方便，你证不了佛果，你走不到那一步。就和上楼梯似的，你你不可能一蹦就一蹦就走就蹦上二层去了。那我必须得给你楼梯，那楼梯就是权法，暂时用着。等你走上二楼，你还需要楼梯吗？你就不需要，就废掉它了。 暂用最终废掉的法，叫做权法，也叫方便法。所以佛之所以开方便门、开开示权法、开权，是为了显示实法。那你之所以利用这么多戒烟的手段，你就是为了最后得到戒烟这个实实在,在在的效果。所以，相对于你得了得到戒烟了这个实实在在,在的这个效果之这个实。 那所有在这过程当中所设的这些方法都是权，之所以建立这些权，就是为了达到这个实；之所以建立这个楼梯，就是为了让你上二层。啊，所以佛讲经分权实二法，啊，分建教和顿教啊，他慢慢教你，你是建教根性，我就慢慢教你呗啊，你从小学啊到中学到大学，最后。 到研究生，这个过程将近二十年，从七岁一直到二十四岁，啊，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那么没办法，你不是那个根性啊，啊，所以圆教根性或者顿教根性，从华严经来讲，小始中顿圆顿小跟圆教的根性太难得了，啊，那么最钝最圆的法是什么法呢？ 最钝最圆的法就是阿弥陀佛，没有比它更钝的了，是不是？就这四个字，一生就成佛。你说你得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他是一生。你你比这时间短的还有吗？没了。圆的圆满嘛，成佛呀，他不是声闻，不是圆觉，不是权位菩萨，他是成佛。佛是最圆满的，所以念佛法门是最钝最圆的法门。 那能念佛的人是根性是最钝最圆的根性啊！所以印光大师在文抄啊，印光大师文章当中说，极圆极钝，就是这个念佛法门。谁不愿意做上上根人呢？啊，那你就念佛，这个法是极圆极钝之法。 能念这个法的人，机缘极钝之人，啊，所以解释分就说了这三部分，叫立科，立了三科，第一叫显示实意，显示实意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说的看破，对治邪知和分别修行正道相叫什么叫放下？放下先从观点上放下。 然后再从习气上放下，先放下见，再放下思，它有次第的。那么我们怎么、为什么我们要听经闻法呀？就是要把实意搞到，就是要解决邪执。所以，我们听经闻法，在这个起心论的解释部分当中，我们通过听经闻法，能够解释、能够解决两个科，一个。 就是道理是什么？第二一个观正确的观点树立起来啊。第三一个叫做分别修行正道相，这个叫做放下，放下私烦恼。所以长期熏修，就是要解决懂得道理，并且树立正确观点。 啊，那么他解决的是文和思，修呢分别修行正道相啊，所以解释分就是分这三部分，所以显示实意啊叫做看破，对峙斜直，分别修行正道相叫做放下。 放下当中，先放下观点上的错误，再放下思想上的错误，啊，所以这是三部分。那偶一大师的《列网书》是这么说的：“显示实义以出疑，你不是怀疑吗？我把实义给你显示出来，你是不是你的怀疑就没有了呢？”哦，你看偶一大师这么分析这三科，显示实义，偶一大师说他的目的是让你升起信心，把怀疑去掉。 要给你讲道理吗？讲完道理以后，你的怀疑不就没了吗？你不是对大，你不是对心是大乘，对心有大正法，你不是怀疑吗？哎，我通过显示实意把你这个怀疑去掉。啊，它的功能是这个功能。显示实意要解决哪一桩问题呢？让你把疑虑去除。对峙邪执呢？对峙邪执。 就是去职，你看，《起信论》开经记当中，啊，这个，这个，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未欲令众生，我是想，我是希望，欲我，我想，令使众生，啊，我是希望使众生。我为什么要造《起信论》呢？” 我是为了想让众生，啊，除疑去邪执，起信少佛种，故我造此论。我是为了让众生啊，去除疑虑，破掉邪执，起生起信心，少佛种就是延续佛种，让大家让成佛的人延续不断。故我造此论，所以我才创造《大乘起心论》。 那么，偶一大师说：“显示十义，以去疑。你看，除疑。你看到说，未欲令众生除疑，这个疑通过哪部分给除掉啊？”偶一大师说：“显示十义，干嘛呀？以除疑，用来除疑。那么，除疑去邪执，我是为了让我写《起心论》，是为了让众生去掉邪执，哪部分？” 大乘起论哪部分让众生把这个邪执去掉呢？对峙邪执，解释分当中的对峙邪执这一部分，把这个邪执去掉了。你看，对峙邪执与气执，去执，去掉执着。你看，除一去邪执，这两个任务完成了。在解释分的第一部分去,去掉了疑问，在解释分的第二部分去掉了邪执，第三部分。 啊，那么显示实意，以除疑；对治邪执，以以去执，即是起信。是不是？你疑没了，邪执没了，你不是就升起信心了吗？起信了。老子，你看他的开经记上说，起信，信怎么升起来？把疑虑去掉，把邪执去掉，你的信自然就起来了。起信以后怎么办呢？ 分别修行正道相，就是我们解释分的第三部分，就是我们开经记说的什么呢？少佛种，佛种就延续下去了。你看他说，分别修行正道相，即是少佛种也。那这正好就满足了他起心论开经的时候达到他的目的了。你看他说，你为什么要写起心论呢？为欲令众生，我是希望使众生除以去学执。 处，去邪执这两桩事情，起信少佛种四件事情，然后故我造此论，所以我来造这个论。那这么重要的任务在哪部分完成呢？就在起信论的第三部分，叫解释分当中。因为解释分当中分成三部分：显示实义，以去以以去疑，以除疑，啊，对治邪直，以去直。 这两件事完成了，那这两件事是完成了信心自然生起来。第三件事完成了，然后分别修行正道相，就是在他在开经记当中说的少佛种。这四件事儿：除疑、去执、起信、少佛种。那我们读起信论，如果达不到这四个目的，这个起信论就没读对。所以老和尚老说，经教是留来给我们用证明做证明的。 这个起心论啊，它一个是教育我们，同时还是我们证明，就是你真正学起心论，随文入观了没有，达到目的了没有？你看看你的疑是不是去掉了，你的邪执是不是去掉了？啊，你的信心是不是升起来了？你是不是开始少佛种了？啊，你这四件事做到了，起心论给你做证明，你。 走对了，你说我现在疑还没去，我对大乘法还是怀疑，啊，我还有认为有人有法，这个值也没去掉，这个信心当然就树立不起来，那你就肯定不能够成佛，因为成佛的第一步是要有信心，啊，我们说我们之所以是众生，是因为我们有众生心。 我们之所以是佛，是因为因为我们有佛心？啊，是因为你有了心，我们在这心上给你一个假名，啊，如果是烦，如果是烦恼心呢，在这烦恼心上，我们给你一个名字叫众生；如果你是清净心呢、平等心呢、觉悟的心呢，我们在这种心上给你冠一个名字叫佛。所以佛是假名，揽心而成，靠着心而成的。所以，我们是能不能成佛？啊？ 能还是还是停留在众生位上，关键看你的存心。所以，我们之所以称为凡夫，之所以称之为众生，是因为我们有染心。呃，起心动念上说，你有多少种染心啊？有六种。简单的说，执着、分别、妄想，三种染心。而在执着染心后边是分别的染心，分别的染心当中分两种，一种是。 对人的分别，啊，一种是对法的分别，啊，那么后边还有三种染心呢，是对，是这这三种染心，什么哪三种染心呢？第一，你生活在物质世界里边，它现色，这是染。真正的真如里边没有色。 而你现在生活在物质世界里边，有色法，说明你有色染；同时你还有精神上的，能能看，能能分别这些色法，啊，那么你有精神的染心，产生精神现象的这个染。最后一个染叫做业染，你动了。所以染心分六种，正是因为这六种染心，我才管你叫。 有六种众生，啊，没有执相应染了，没有执着这个染的，那叫声闻缘觉，权位菩萨。如果没有色染不现色了，这个染现色这个染性去掉了，你登地了。啊，你开始进行别教的实地的修行。如果你再把现精神的这个现象出现精真如里哪有精神呢？ 你怎么生活在一种起心动念的这个世界里边呢？你怎么有想法了呢？啊，那这是染污，这个染污奶什么时候去掉啊？啊，八地菩萨就不起心不动念了，就念不退了。好、啊，到了九地十地，动动心都不动了，你更不要说什么现色现现现心了，没有了。 啊，心都不动了。最后一位到等觉，最后一品无名，无名就是动了。所以你有六种染心，啊，所以一点都不冤枉你。我们管六种染心，依托这六种染心产生六种众生。那么我们在觉悟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把这个心转过来，从染变成净，把染心洗干净。 变成静心，这个静心就是佛心。什么时候这六种染心去掉了，什么时候你就成了佛了。那么去掉这六种染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要通过发三种静心来洗涤这六种染心。哪三种静心呢？第一，信成信位修满了，你发了一种心叫信成就发的心。 哦，oh, 那个时候你的心，那就是，那比那个染心，那就静了太多。你你信成就，你发了心，说明这个时候，你的存心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什么状态？执执着的染心没了，分别的染心没了。那个时候你的心叫做信成就发出来的心。 换句话说，我怎么把分别、怎么把执着这种染心去掉呢？你得修信，修了信之后，那个时候你的心叫做信成就发的心。那么，信成就所发的心就克服了两种染心，一个叫执着的染心，一个叫分别的染心。啊，所以一个叫执着的。那么，信成就发了心，这个心还不够。 啊，他说：“我们说这叫相似即佛，你还不是佛。”然后信成就发了这个心，这个心好多了啊，去掉了两种染心。那这个时候，我给你一个名字吧，你可以称之为，可以不叫众生了，叫什么呢？菩萨，你是信位的菩萨，你觉悟了，你是相似觉，你还没有彻底的觉。 你还没有究竟觉，然后你下一步再修十住、十行、十回向，叫解行为菩萨。那比信为菩萨要近了很多呀。解行为菩萨多少时间？一大阿僧祇劫。解就是理解，行就是修行。解行为菩萨之后，又有一个解行发心。 那这个解行为完成以后所发的心，比你信未完成以后所发的心，那要强的太多太多。准备登地了，准备成法身大士了。啊，回，十住、实行、十回想什么叫回向啊？从哪儿回向哪儿去啊？就是准备回向登地，从凡夫。 啊，从这个从这个法身大士以前回向到法身位，法身大士位，叫回向。啊，那么这个时候他还会发一种心，叫解行发心位的菩萨。那这个心那就更干净了。啊，分别执着都没了。啊，那么从权位权教来讲，信成就发心，去掉了执着。 解心为发心，去掉了分别，分别执着都去掉了，就准备怎么了？就破无明了。破了无明，您就是法身大师。破了无明之后，你叫什么发心呢？无名不是靠解，无名是要靠正来破的，叫正成就发心。你正得，你成功的正得了你的真心。 这个时候你发那个心叫正成就发心，所以你看信成就发心、解行发心、正发心，你会你这一路修佛，把六种染心在克服的过程当中，你会半支产生三种心：一个信成就发的心，一个是解行发的心，再一个是正佛果的时候，你那时候的心是什么心？正发心啊！所以起心论。 他的这个解释分当中，就把这六种染心如何去掉，三种净心如何建立，怎么通过信解行证这四个部门四十四个步骤，把这个三个净心树立起来。你要修什么行，你要干什么事情，你需要多长时间，你修哪些法门，能把这六种染心去掉，翻染归净，这叫分别修行正道相。把这个修行的正道。 这是正道的状态，给你解释清楚，分别就是分析，分析，我们坐在一起分析我修行的正确道路，它是一种什么样子，修行正道相，啊，那么这是起心论的解释分所要完成的任务。你只有完成了分修行的正道，你才能够从凡夫地走到。 佛的国地，所以起心论的这个修行正道啊，我们是在哪儿完成啊？确确实,实实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完成，啊，确确实,实实需要三大阿僧祇劫。第一大解决解行位，第二大从初地一直到七地，啊，第三大从八地一直到等觉地，这是我们唯识论的三大阿僧祇劫。 那么，唯识论啊叫做别教分别，啊，它有解有解有有信有解行有有有正，啊，那么从原教来讲，出发心时即成佛。但是虽然你出发心成佛，但是你还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 啊，还要经过三大。虽然你你你你出发心，你成了法身大士了啊！你说你出住菩萨，原教的出住菩萨就是法身大士，就相当于咱们说别教的出地啊出地，但是时间上都是一样的，只是开合不同啊。我们把法身大士分的细点儿：十住、时,时行、时回向、时地，等觉四十一个位次。 而而别教菩萨呢，把法身大士分成十位，欢喜地等等等等，往上到第十地和地后菩萨等觉十一个。我们原教分成四十一个，我们别教分成十个。啊，这都不重要啊，这都不重要。但是我们有有所了解就知道了哈。那么，所以起心论的第三部分呢，啊。 呃，起心论一共分成呃第三部分叫解释分，解释分当中又分成三个三个科目，啊，第一个显示实意，最精彩的就是这部分啊，愿意学习理的这些同修们，这部分看通了，你就对这个大乘的实意就明白了啊。那你老说大乘法啊，这是这个这不这个念佛法门是大乘中的大乘啊，为什么呀？你看看它的道理啊，你就知道了。 所以，欧一大师说：“显示实义，以除疑；啊，对治邪执，以去执；即是起信，然后分别修行正道相，即是少佛种也。”啊，就是延续佛的种子。然后呢，我们进入到解释分的第二部分，叫正解。我们现在正式的解释啊，这个解释分的这三部分科目。 啊，所以二正解到了第二部分，初叫什么立科，第二部分呢叫正解，正解呢又分成三个部分，初显示十义，你不是分三科吗？我解释这个解释分的时候啊，我也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叫做显示十义，第二部分对治写执，第三部分分别修行正道相。 你解释分分成三部分，我来解释这三部分的时候，我也分成三个部分，啊，所以正解又分成三个部分，啊，那么现在我们开始三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显示十亿，显示十亿呢，又给分成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总标二门，标就是标明，把两个门标明清楚。 第二部分呢，接下来叫次，出叫总标二门，次就接下来第二叫次，次呢是什么呢？各式二门，我分别解释这两个门。第三部分呢，结是不离，结就结束的时候，啊，结束的时候我开始这二门是不能相分开的，不离的。所以你看显示实一这一部分。 按偶一大师说，显示十亿起心论啊，解释分的第一部分显示十亿，他又给分成三部分，啊，三部分当中啊，显示十亿，这三部分当中，第一先标明二门，先开门见山，我要解释的十亿是哪个十亿呢？就是二门的十亿啊，所以标明二门。第二呢？ 分接下来各分别解释二门啊，这些符合逻辑。我把二门推出来、提出来以后，我就下边我就分别解释他们。第三个部分显示十一的第三个部分告诉你，这二门不能分开，生灭离不开真如，真如也离不开生灭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什么呀？总标二门，就推提出二门的观点，标明二门的观点。 啊，我们看看《起心论》是怎么标明二门的。此中显示实意者，啊，这那不是《起心论》的解释分当中分三部分吗？第一部分叫显示实意，啊，他就先解释什么叫显示实意，此中显示实意者，我们先解释显示实意。依于异心，依就是根据，依据这个异心，啊，依于异心。 有二种门，有两个门，你通过两个门，啊，为什么叫门？门叫门径，你通过这两个门，能够找到这颗心，啊，这一个房间叫一心，这个房间有两个门，虽然有两个门，门是有两个，房间只有一个，所以依于一心。 有两种门，所以你看他为什么取“门”这个字，那特别形象。那、啊、为什么叫法门？啊，就是你通过这个法能进入这个门，或者你通过这个门能进入这个法。门径嘛，你只有进，你只有门径，你才能进到这屋嘛。所以依于一心。 啊，那么我们说，依据于这一颗心，我们发现了有两种门能进入这一心，所以这一心相当于一个房间。这两种门呢，就相当于两房间的两个门。哪两种门呢？啊，所谓也就是我们说的心真如门，心生灭门。 啊，新的真如门，新的生灭门。啊，这一个房间叫一心，这一个心呢有两个门，一个叫真如门，一个叫生灭门。那、啊、通过这两个门，你都能走到这一心。啊，都能了解到这一心。换句话说，我们有两种途径。 换句话说，我们有两种途径去了解这个心。换句话说，这一颗心能呈现出两种现象，一个叫真如的现象，一个叫生灭的现象。你通过这现象能看到本质，它是一颗心啊。所以，所谓心真如门、心生灭门，此二种门，就这两个门，各设一切法，这就较劲了。 这两个门当中，你进了生灭门，所有的法都是生灭门里边的法。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法都生灭，所以所有的法都被生灭门所包括。这二此二种门分别，各就是分别。 啊，分别包括一切法。哎呦，那我这就一法，我既能被真如门包括，又能被生灭门包括，是这意思吧？是的。啊，所以此二种门各设一切法，那就是换句话说，所有的法它既在真如门里面，又在生灭门里面。依此，靠着这个，啊，既然是一法。 这个义法又在生灭门当中，又在真如门当中，依据这样一个事实，这二门怎么样？辗转不相离故。辗转是什么意思？互相不相离，就是真如离不开生灭，生灭也离不开真如。辗转是什么意思没有真如，生灭也就存在不了。 那可不一定，没有生灭真如存在不了，对不对？那没有我，你不存在，这是一个方面；没有你，我也不存在，这叫辗转。翻过来，啊，都不能离，我不能离开你，你也不能离开我。没有我就没有你，没有你要有我呢，这不能叫辗转。那你牛啊，没有我你还能存在，但是没有你我肯定不存在了。 这不能称之为转转展的意思就是说、哦，对等的，啊，没有我就没有你，翻过来辗转就翻过来，翻过来没有你，我也不在，谁也别埋怨谁，大家平等，要来咱一起来，要走咱一起走，就这意思。那么这二种门各设一切法，所以我们眼前看到的所有法。 你可以管它管它叫真如法，你也可以管它叫生灭法。为什么呢？它被这个两两种门全包括了。那生灭不就是有变化吗？那真如不就是不变化吗？那怎么在一法上它又变又不变，又真又假，它都合在一起变成这一法？ 在这一法当中体现出真如跟生灭，这不是矛盾吗？圆融啊，这种圆融现象，它既生灭，它又是真，又是如，就是不变，真就是不忘，它又有望又有变，同时它又是真，它又是如。 而且在一法当中，你说两法有一个是真如法，有一个是生灭法，我能理解啊。你说这一法当中，他一会儿是你一会儿你说他是真如，一会儿你又说他是生灭，那到底是真如啊还是生灭？这一法，这两个东西在这一件事情上融合了，啊，圆融。 我们觉得我们是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水火不容，啊，那这个两个东西完全看在我们看来就像水和火一样是不能融在一起的。真如它就不是生灭，生灭它就不是真如。你说这两个东西怎么能合在一起变成一件事物呢？不可思议，这就叫不可思议。你理解不了，你也说不清楚，所以。 显示实义，告诉你，我们这一颗心啊，有真如，也有生灭。这一颗心有真如性，有生灭性，而这颗心的真如性当中，包括所有的法，哪一法不是真如啊？那这颗心又有生灭性，哪一法不是生灭？啊？ 哪一法离开生灭，它能存在啊？哎呦，你要这么说，那确确实实每一法都生灭。那哪一法离开真如，它能存在？也是，所有法都是真如。那你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你到底是生灭还是真如啊？哼，辗转不相离。真在哪里啊？真在妄里。妄是什么？妄就是真。 就这一件事情，你不能说真王是两件事情，啊，金子在哪里啊？你给我找一个什么都不是的金子，抽象的，你给我找得着吗？找不到，那真的东西找不到，真的东西在哪里啊？你你找那金器呗，金盘的金碗，啊，金盘的金碗是忘了。 真的都在旺里边，那旺的是什么呀？你真以为有盘子有碗啊？没有，那是相。盘子像碗像它的体呢？它的体就是金子。你看，真全存在旺里，旺就是真，离开旺你也找不到真，离开真你也没法形成旺。 离开金子，你哪能形成金气？离开金气，你那哪儿去哪去找金子？所以辗转不相离啊。那么这就是这个意思啊。那金子是几个呀？就一金呐、啊，就相当于我们这一心。有两个金子吗？没有，天底下就一个金子。但是这一个金子呢，它有真如相。 有生灭相。那么，金子的金性是不是包括一切金器？一切金器都是金子。同时呢，一切金子又在金器当中，所以金器是不是含有一切金子？是的。啊。 所有的金器是金子，啊，它是被金子这一门包摄了，对吧？你不能说金器不是金子，但是呢，所有的金器它又是器，又是器皿，啊，所以它又被器皿这一界包括包围了，啊，你指一个金器，你说它是它是被哪两种东西包括了呢？它被金子这个范畴包括了。 它是金器啊，同时它又被气给包括了，它是器皿。那么这个金和这个气能离开吗？金就相当于我们说心的真如门，气就相当于我们说心的生命门。金和气永远不能分开，没有金就没有气，没有气也就没有金，所以叫辗转，不相离。 啊，所以，但是这是几个金子呀？一金，一金，而有这二门，哪二门？金和气。啊，这二门包括一切法，这个法就是气了。这二门包括一切法，一切金气全是金子。那所有的气，啊。 都包括在所有的金子都是形成气，同时又包括在气门当中，器具这个门当中，所以一个金子呈现出二门，一个是金门，一个是器具门，这二种门包括一切金器，是不是？一切金器它都包括在。 金子门当中，一切金器又包括在器件门当中。那这二种门能离开吗？不能离开。谁不能离开谁？谁都不能离开谁，这就辗转。没了你就没我，没了我也你也不不存在。没了金子就不会形成器件，没有器件你也找不到金子。我们这一心就有这种现象：真如门跟生灭门。 没有生灭，你也找不到真如；没有真如，你也形成不了生灭。那生灭是苦哎，生灭是生老病死哎。那换句话说，我真如永远生老病死吗？<laughs> 那我我还修什么呀？你你说这话有什么意思呢？哦，真如永远存在在生灭当中，那生灭就是苦，生灭就是假，那真的永远在假里边，那我还能找到真的吗？ 能，那能找到这个真的？这个真的不是就跟那生灭没关系了吗？对不对？就分开了。你等找到这真的，真的就不是生灭，对吧？你是不是较劲吗？你说真的就是假的，假的就是真的，那我还能得到真的吗？得到一堆东西都是假的，对不对？那我什么时候？ 能见到是真的，这真的又不是假的。佛说，之所以这个心有生灭的现象，产生这么多种法，这个法与法之间有这么多差别，这个生命现象怎么产生？你知道吗？你说我不知道，是因为你有妄念。 把本来没有差别的这个真如，变成了有差别的这个世界。你要把这个妄念放掉呢，你就见到了真如等等。那这个时候我没有妄念，我见得的这个真如，啊，那他不就离开生灭了吗？对不对？哼。 我说：“那你要没有原先那个生灭，你能找你能找到这个真如吗？那不行，对不对？你正是因为有了一个生灭心啊，有一个妄念心，你拿这颗妄念心把妄念去掉，你就找到了真心。如果离开你刚开始修行的那个妄念心，你还能找到你最后找到的这个真心吗？找不到。所以呀、啊，你这颗真最后找到的真心也离不开生灭心吧？对不对？” 那他这个真心既然离不开生灭心，是不是这个真心的产生也需要条件呢？这个真心也是因缘生的吧？<laughs> 是因为生灭心灭这个因，你找到了真心这个果，是不是也靠因缘找到真心？是的，靠因缘找到了真心，这个真心就是因缘生法。那么，既然这颗真心是因缘所生，那它就是生灭。 他有生，生真心怎么生起来？妄心灭了，真心就生。所以真心生的原因是因为妄心灭，所以真心也是因缘生法。既是因缘生法，它就包括心的生灭门在内。所以真心也是生灭心，有生有灭。那你现在怎么没真心呢？那你现在是因为有妄心。 那你妄心去掉了，这一个条件一建立起来，你是不是真心就获得了？所以真心依据于条件而得，依据于因缘具足而得。那真心也是生灭门当中包括，所以佛也是因缘生的。要不是因缘生，谁生下来是佛呢？谁多 lucky 呀、啊？谁多幸运呢、啊？那我生下来我是众生，我倒霉呗。你生下来你是佛。 没有生而没有生下来的佛，全是因缘产生的佛，啊，所以真如在生灭当中，生灭离不开真如，啊，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啊，这是我们的解释。我们再看偶一大师这个解释，啊，就这一段话，我们再复习一遍：此中显示十亿者，一于一心有二种门。 所谓心生灭门，心真如门，此二种门各设一切法。大家注意，各设一切法，依此根据这个现象，辗转不相离。为什么新的真如门和新的生灭门不能分开？是因为他们这两门当中包括了所有的每一法，法是一，那、啊、门是二。 那么，正是因为这个法是一，所以真如离不开生灭，生灭也离不开真如。因为它，你想想吧，你大家明白？金器它既是器器皿，它又是金子，这二者能分开吗？分不开。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器皿在这儿，有个金器在这儿，这个金器把二门拽在一起。 啊，所以依此辗转不相内故，依此这个此什么？就是因为每一法既是真如，又是生灭；每一个金器，它既是金子，又是器皿。就根据这一个条件，所以把这二门拽在一起，离不开。你说我这一个金器能分成两部分吗？这部分是真金子，那部分是器皿，能分吗？分不开，因为它是一个器皿，一个金器。 既然是一个金器，金子就离不开气，气也离不开金，所以这个金器是不是就把这二门揪在一起了？是的。为什么要这样呢？法而如是，自然就是这样。任何一个事物都是由这两种东西合成的，脚踩两只船。 你说是气吧，我说是金，你不错；你说是金吧，我说是气，你也不错。那脚踩两只船，谁,谁脚踩两只船？一法脚踩两只船，既踩在真如船船上，又踩到生灭船上。啊，所以各设一切法啊。我们看《偶一大师怎么解释的。 一心即指一直一心指的是什么心呢？欧一大说：“这个一心呢，即指这个即呢，就是指指的是什么东西啊？众生现前借耳之心啊，这个很清楚，就是众生。那众生就是我呀。我们说这一心就是您的众生的啊，你别到外边去找，就是您的。” 什么时候的心呢？现在的，哟，积极性有了。我我我，就是现在的，不是过去的，也不是未来的。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还没来，歇歇再说吧。就别写，就是你现在的的心。那为什么在这心前面要加上“借尔”呢？“借尔”从时间上来讲，刹那。 从程度上来讲，微弱，具备这两个条件，我们叫做借耳。我们现前的这颗心，刹那刹那生灭。我们现前这颗心起心动念，这个念非常非常微，啊，非常非常微弱，稍一动，特别容易动。 异动，叫戒尔的意思，而且很微弱，而且时间很短暂，这是戒尔的意思。那么这一心指的就是你现在拥有的这颗心，你就是众生，你这颗心有个特点叫戒尔心，啊，一心即止，众生现前，戒尔。 心也，借而的心。言二种门者，那为什么叫一心有二种门呢？为什么要提出二种门这个概念呢？提出来，言二门者，他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说二门呢？非是不是前后不是前门后门，啊左右不是前后左右。 名为二爷。啊，这个二门，这个二门，我们一说二门，哪个门在前，哪个门在后啊？啊，哪个门在左，哪个门在右啊？啊，它不是这个意义上的二，啊，它不是这个，不是真的是两个门，没关系的，那、啊、前门就不是后门，后门就不是前门。 左右左边的门不是右边的门，右边的门不是左边的门。他说不是我们这个意义上的两个门，不搭嘎的，没联系的。啊，他说非是前后左右名为二，并不是这样，我们管它叫二门。啊，并不是前后啊，还是左右这俩门呀、啊，我们管它叫二门，不是这个意义上的二门。什么意义呢？只是。 仅仅是什么原因我们建立二门呢？只是随缘不变啊，随缘不变。什么东西随缘不变？真如心，真如随缘不变。偶一大说，只是随缘不变，即此生灭心名真如门。这个即就是就就这颗生灭心。 这个你能知道吧？我现在有生灭心，就这颗生灭心，我管这颗生灭心叫真如门。为什么呢？因为这颗生灭心是随缘产生的，随缘产生的这颗生灭心，但是它本质不变，它就是真如。所以，就着这颗生灭心，我来说真如门。所以，真如门离不开生灭心。 真如门是生灭心的门啊？为什么呢？因为生灭心是随缘产生，谁随缘产生的？真如随缘产生的。真如随缘產,产生了生灭门，产生了生灭心。真如在生灭心里边变成生灭了没有？没有，它还是不变，那就是真如门。你能在生灭心当中通过真如门找到这颗心。 这颗心的本质是真如，它尽管生生灭灭，但是它的本质不变，它是真如的，是吧？所以，就这颗生灭心，我们管它叫真如门。哼，这真如门镶在哪个房间里边？镶在哪个房间里边？镶在生灭这个房间里边。啊，欧一大师接着说。 不变随缘，即此真如心名生灭门。啊，不变随缘，不变的真如，虽然我不变，但是我随缘，我随缘可以产生生灭。那么，不变的叫真如心，啊，不变随缘。 不变的真如心能够随缘产生生灭心啊，欧一大说。那么就着这颗不变的真如心，我管你这颗真如心叫生灭门，因为什么呢？你虽然不变，但是你随缘，虽然随缘你就产生了生灭，所以你说你这个真如心是不是就是产生生灭的门呐、啊？是的。 啊、你因为你不变，你不变就老老实实不变呗，你干嘛要随缘啊？你要随缘，我管你叫生灭门，你没脾气，谁让你随缘来着？你随缘就产生了生灭，所以你虽然是不变，那你也不冤枉。你不你不变嘛？你不老老实实待着，你随缘产生了生灭，所以我管你这真如心，就叫生灭门。那么随缘，第一个随缘不变。 啊，你说你这个生灭心吧，是随缘产生的，随缘你就变了，不就完了吗？我就不管你叫真如门了，你随缘了吧？你明明都开始随缘了，就嫁给别人，你还不变，你还不变成人家的媳妇儿，那能行吗？我随缘了，随缘我变成了生灭，但是我不变。那随缘叫生灭心，你不变叫真如门。 所以，不是前后左右两个门，就是生灭心，我管你叫真如门；就是真如心，我管你叫生灭门。为什么？因为，你随缘，你不变，你还是真如心。随缘的心叫生灭心，但是你不变，我管你叫真如门。那、啊，那么不变随缘，不变是真如心。 真如心不变，但是你随缘，所以产生了生灭。我又管你叫生灭的门，生灭是从你这儿走出来的，生灭的现象是由你这儿产生的，所以我管你叫生灭门，你也没什么不高兴的。那么随缘不变，随缘是生灭心，但是因为你不变，我管你叫真如门，从你这儿我能找到真如。 我能走进真如，你也没什么不高兴的。你说我是生灭啊，生灭，但是你要变了，不就完了吗？我就不管你叫真如门了，我从你这找不到真如，因为你全变质了吗？对不起，你虽然随缘产生了生灭心，你虽然管你叫生灭心，但是你真的是本质没有变，所以真如就在你这里边。通过你，我能找，通过这个门，我能找到真如，所以你有真如门，所以生灭心有真如门。 真如真如心有生灭门，啊，门就是通往的意思，啊，真如心能够通往生灭，生灭心能够通往真如，通过生灭心找到，通过生灭心通往真如，叫做乘如实之道来成正觉，如来。这个时候你找到的真如心，叫什么？我们上次说的，叫真身如来。 那我说，我们如来有二身，一个叫真身如来，一个叫应身如来。那么通过真如心又找到了生灭，啊，你虽然是正得了真如心，变成了佛，但是你有一个生灭门，又回到了九法界来度众生。所以又通过真如心，从这个真如心的生灭门又回到了生灭这一边，回到了生灭这一边，你还叫如来，乘如实之道来救众生。 不是来成正觉了，来救众生还叫如来。这个时候，如来的身叫应身如来。这个应身如来如果没有生灭这一门，你怎么从真如心走出来啊？因为你虽然不变，但是你还有一个特点，你随缘，所以你才能够来到九法界度众生。这个时候还管你叫如来，称如实之道来救众生，称如实之道来成正觉，这是返望归真。 称如实之道来救众生，称真来回到望，来救来救化众生。啊，所以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佛菩萨证得真心真如心之后，他能回到这儿来？因为他那个心当中有个生灭门，他能走进生灭，他不变了，但是他不反对随缘。 那我们这颗心叫生灭心，是随缘产生的。虽然随缘，但是它确确实实没变，有真如心。这对我们是个鼓励。有生灭心的众生有个鼓励，你这个生灭心是不变的。这个生如生灭心里边有一个门能通向真如，放心吧。那对如来来讲，我是正得真如心，你也别太，你也别想歇着，你这还有个生灭门会能回到生灭。 那么真如心有生灭门，说明你是初在涅盘，叫真如心；但是你无助，因为你有生灭门，你又出去了，所以叫无助涅盘。啊，是这意思。所以一心，偶一大人说，即指众生现前借耳心也。那、啊、言二种门者，为什么叫两种门呢？非是前后左右。 名为二也，只是随缘不变；即此生灭心，我们名真如门；不变随缘，即此真如心名生灭门。正所谓，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是舍唯有一门”，舍就是房间宿舍的舍；是舍唯有一门，只有一门。 这一心吗？一个金子吗？啊，一心一金吗？啊，所以这个房间只有一个门。啊，世舍唯有一门，就是我们说的一心。啊，就是生灭心，我们叫真入门；就是真入心，我们叫生灭门。实际上，那调来调去就是一心。 那我们举个例子，就和这房间就是一个门。是舍是就是这个的意思，这个房间只有一门。亦所谓也是我们通常这个亦也就是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十方薄伽梵一路涅盘十方薄伽梵什么？薄伽梵是梵文，翻译成我们的话语叫世尊。十方的世尊一路涅盘门一路。 涅槃门只有一个门成佛，你要想成佛吗？有几个门成佛？就一个门是哪一个门？一心这一门啊，一心这一门。这欧一大是举例子了啊，是舍正所谓是舍唯有一门，一所谓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十方佛家凡一路涅槃门啊。 但但别着急，是一你一听这个，那又迷糊了。那您那你怎么不是又生灭又是真如吗？你怎么又是真如心又是生灭心？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欧一大师给你解释这个现象。啊，但但是只只是的意思，但迷只是迷了，迷知知是什么？知是代词。 讲这颗心，只是迷了这颗心之后，则生死始，生死开始了，则那么真如具体而为生灭，真如整个真如体变成了生灭。条件是什么？你迷了，那真如立刻就变成了生灭。 就是原来那一个真如，变成了现在这一个生灭。什么条件？迷，迷了这心，则生死就开始了。那生死开始以后，真如心、真如全体而为生灭，生灭之外没有另外的真如了。举体“举”这个字就是整体，整个这个真如都参与了。 你这个迷之后的这颗心的生灭，换句话说，当你迷的时候，你虽然生活在生灭的世界，就是生死开始的世界，在你这个生死的世界之外，还有没有另外的真如？没有了。哎呦，那我这一迷，全部的真如都参与了这个迷的过程。 形成了我胡小林的这个生灭世界。那在我胡小林的生灭世界世界之外，也就没有别的真如了。那没有别的真如，是不是就没有别的法？因为所有的法都要依靠真如产生，这个真如全都被我胡小林一人给占了。是的。那么。 这个真如不是还是产生阿弥陀佛了吗？那这个真如不是还有法身大士吗？那我这把真如都用了，他们怎么办呢？他们是他们不是就等于没体了吗？真如不是取主体而为生灭吗？是啊，你一迷了，你的真如变成你的生灭世界之后，那些佛菩萨全来到你的生灭世界。 在你的生灭之世界之外，没有另外的阿弥陀佛了，啊，也没有另外的华藏世界了，也没有另外的西方极乐世界。你这一迷，把这些东西都带到你的迷的世界里边，所以一念迷，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下子就现出来了，一念三千。 那这三千大千世界可了不得，啊，有佛世界，啊，有娑婆世界，那都是因为你迷产生的，啊，则真如具体而为生灭，啊，那么反过头来说，物呢，物质。 你要悟了这个，这个知就是心。你要悟了这颗心呢，则那么轮回息，轮回就熄灭了，立刻就没有轮回了。啊，则那么这两个那，那么那么生灭当体即便是真容，生灭的世界就这个体，就这个生灭体。 你别到这儿另外再找真如世界了，就你这个生灭，啊，当体就这个生灭，就这个东西，便是真如。啊，就这个生命便是真如，你还用到哪儿去找真如吗？没有了，就你的生命就是真如，真如不可分割。 你找到真容，要不然找不到；要找到，就是全部真容。啊，所以你悟之，则轮回息，则生灭。那么你现在生活的迷的所产生的这个生灭世界，就这个生灭就是真如啊。故所以曰迷悟。 而名二种门也。我们就是因为有迷有悟这两种现象，我们来说两门，其实,实是就是一个心。啊，所以欧一大说：“故曰迷悟而名二种门也。”你千万不要认为有独立的二门，就是因为这颗心可以迷可以悟，我们说有二种门。如果这个心不能迷也不能悟，那就没有两种门。 就是因为这颗心，根据它能迷它悟，根据它可以悟这两种现象，我们啊树立了两个门的这个概念。你有这颗心，这颗心有两种状态，一种是迷的状态，一种是悟的状态。在迷的状态当中，我们说叫生灭心；在悟的状态下，还是这一颗心；在悟的状态下，我们说叫真如心。 真如心生灭心实际上是一心，一个东西，只是迷雾不一样，所以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这颗心有两种门，两种门说有两种可能性，啊，或者换句话说，这颗心可以有两种存在状态，可以存在迷的状态，也可以存在悟的状态。那么存在悟迷的状态呢？哎、啊，这颗真如心就给你产生了生死，啊。 产生了生死，所以生死怎么来的？生死是迷来的，因为迷惑你才有生死。你要想解决生死，你就把迷惑去掉，生死就没了。怎么样？悟之则轮回兮，不会轮回了。所以关键是要悟啊！啊，所以关键是要悟，悟了轮回就熄掉了。那根据你有迷的可能性，我说你有生灭门。 我根据你有物的可能性，我说你有真如门，就是这个意义上我们建立二门，啊，所以，那么这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当真如参与生灭的时候，是真如的全体参与生灭，生灭之外没有另外的真如。当这个生灭变成真如的时候，啊，全体的生灭都变成真如，诸位。 那全体的生灭都变成真如，真如之外就没有另外的生灭了。假如供养河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那我要成了正觉了，那这个生灭可就没了。对呀、啊。 你看到你迷的时候，你看到这么多众生在这生生死死，这么多十方世界跟着沉沉浮浮,浮。当你得真的真如的时候，这些生灭都变成了真如。那我在生灭世界看到这么真实的这些众生，这么真实的山河大地，这么真实的这些环境，怎么？ 都变成真如了，他们到哪儿去了？他原来是那么真实的，所以众生全是虚妄的，山河大地全是虚妄的，全是你梦中的境界。梦里真有啊，真有人，真有山，真有水啊！一醒过来以后，突然发现全没有，那原来那东西呢？ 佛说，就和露水似的，太阳没升起来之前真有，太阳一升起来蒸发了，人间蒸发。那人间蒸发了，那我还度众生吗？度而无度，度了那么多众生，但是没有众生可度，因为众生都是虚妄的，众生从来就没有生过。 众生就是真如，它不生不灭。那我为什么还要去度众生呢？因为那众生虽然不存在，虽然它是虚妄的，它从来就没有过，但是它的本质就是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如。你的问题是把众生让他发现自己本来依据真如所产生的这个虚幻的生灭现象，给他解决掉，这是你的任务。 你可千万不要认为真有西方变成东方，有一个东方我看错了，形成一个西方的概念。你说那个西方原来没有，就西方就相当于众生，并不存在。但是那个西方是什么？那个西方就是被你看错了那个东方。你的任务就这一桩事情，告诉所有并不存在的众生，你们原来是真如，你回来吧。 等你回来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原来我当众生的时候，那个众生并不存在。所以，进未来计，不限结束，就化众生。成了佛以后啊，进未来计，永远、永远、永远没完没了的就化众生。夸一盆凉水泼下来，而且没有众生可渡。<laughs> 你说你这忙活半天。 尽 <noise> 未来计，勤苦救化一切众生，而无众生可度。为什么？那个西方并不存在。这是一句话。第二句话，那个西方就是东方。你的任务，告诉这个事实给那些西方的人，认识把东看成西了的人。你们这个西是没有的。你们枉作众生，你们是冤枉跟着搞生死啊！本来没有这一桩事情。 那我这生死依据什么产生？是依据真如产生的？那真如有生死吗？没有。那我怎么办？你回来不就完了吗？你就干这一件事。等你回来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哦，原来我生活在这生死世界，就和看电影一样，没有一件是真实的。谢谢。啊，所以迷之则生死时，则真如全体而为生灭。 那我这个生灭世界是全部真如做的，那我这个生灭世界里头，那所有真如所做的法都给带来了，都带到我的生灭世界。我在这生生死死挺辛苦，那些佛在我的生灭世界里干什么呢？我想问问，他们的分工是什么分工？他们的职责是什么职责呢？哼，救你！哦，真的、啊。 我这真如形成我的生灭世界，把这些佛菩萨都带到我的生灭世界里面，他们没歇着，一天都没歇，救你出苦海，要不然你怎么得救啊？要不然你怎么在你的生灭世界里能看见佛呢？你要不把他带进来，你你为什么会在你的生灭世界里看到我们净空老和尚呢？那都是因为你的真如把他带来的。 要不是你带来这个真，要不是你这全体的真如变成你的生命世界，你怎么能看到好，能看到坏呢？换句话说，你的生命里边有世界里边有好有坏，都是因为你迷而产生的。被你迷的那个真如里边没有好，没有坏，没有生，没有死，没有染，没有净，没有增，没有减。 性恒平等，无增无减，无别异故。你看我们这个生命世业多少不同啊！好的是真好，坏的是真坏，脏的是真脏，净的是真净。等你回到真如以后，你才发现没有这些差别啊！所以，因为有迷雾，所以我们说这颗心有二门。那、啊、换句话说，因为这个心它随缘。 它可以随你迷的远，也可以随你悟的远，随你迷的远，它走到生灭的世界；，所以你悟的远，它可以走到真如的世界。所以，正是因为这两种可能性，我们管这一心有二门。啊、嗯，那么又接着往下说，对迷说悟，因为你迷了，我说悟，对不对？ 因为你有了迷，你先是不是先迷了你？你先错了吧？然后我跟你说对，是吧？你把我看成了西方，然后我跟你讲是我是东方，这个东方的建立，或者这个对的建立，啊，完全是因为你有错，完全是你因为你看成西方，完全是因为你犯了错误，我对你这个迷。 我来说的物，我这物，我,我要不然你要不迷，我也没法谈物。我谈物干嘛？我不是费费劲吗？因为你迷了，我来说物，即生灭门。这就是生灭门，因为迷，因为迷生起来了，所以我的物就生起来了。要没有你这个迷，我怎么建立这个物呢？所以迷物，对迷说物。 即生灭门，迷生所以才生物，啊，迷有生，有生就有灭，对吗？那灭迷要灭了，那是什么状态？那是物。所以，对迷说物，迷有生灭，物就有生灭，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不对？你迷生了，物就灭了；你灭迷灭了，物就生了。所以，物也是生灭，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那迷和物是不是都是生灭法？是，那都在生灭门当中，对不对？啊，那么迷雾是不是平等？迷雾平等。那么，这个迷雾平等是什么门？真入门。对迷说物。 就是生灭门，迷悟平等就是真入门。为什么迷的众生跟佛没有差别，平等的啊？这就是真入门啊。那么，言此二门各设一切法。我们这里谈到这两个门，包括所有的法，就是我们说。 金字、金器、金门跟器界门这二门包括所有的金器，就这意思。言此二门，各设一切法。啊，每一个门各就是每一个门都包括一切法在内。啊，为什么要这么说？为曰真如门，就真如门来看。啊。 则设百界千如五味百法。那么真如门当中包括哪些法？百界千如五味百法，这就提出这个概念。这个法分成多少类呢？分成百界，界就是类界别，千如啊，那么五味百法。 法就分成这么多类，这是法的分类的一个范围。那么真如门当中就包括这些百界千如、五味百法，一一无非真如，没有一法不是真如啊，没有一法不是真如。性恒平等，无增无减，无别一故，无增无减，无别一物。 所以，那么这里边就提出个概念，什么叫百界千如？什么叫五味百法？啊，百界，一百个类。那么我们说，我们有了见思烦恼，形成了六道；有了尘沙烦恼，啊，形成了三道，菩萨圆觉。 声闻缘觉菩萨，三加六九，九类众生。那么还有一个佛法界叫十法界，佛法界在这里边的佛法界是法身大士以上还没有证得圆满妙觉啊。那么这叫十法界，十法界众生按照众生来分是十法界众生。 啊，十法界众生是能，他还所住的国土呢，有十法界的国土，有十法界的能住，有十法界的所住，有十法界的正，有十法界的一，这、就是哦，我们所说的法，你说了很多世间初始间法啊，把法分成世间法和初始间法，世间法六，初始间法四，加起来十，所以法。 大类归为十类，这十类当中就是十了，是不是？每一界，每每一十法界，每一界当中又包括十法界。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是当人，是在人法界，六道里边的人法界，六道里边的人法界当中。 我那我现在生活在人法界，我这个人法界是生灭的世界，我生灭的世界是我的真如全体变成的。那么真如在变成我的人法界的时候，我生活在人法界的时候，这个真如可是全体。那么这个真如全体形成我的人道这个生活环境的时候，包括我的正报和医报，是不是这个真如把实法界全带进来了？ 因为十法界都是真如做的，不来不来，一来，全都让你，全让你给带到人法界了。为什么？如果在人法界以外还有另外的法界，那我就问你，另外的法界哪个真如做的？呀？那生分明是在我的生灭世界以外还有另外的真如存在吗？它产产生了另外的法吗？没有了，因为你生活在人道当中。 是全部的真如做，而全部的真如无外乎做成了十法界。你把它带到了你一所生活的人法界，对不起，你把真如所产生的十法界全带进来了。所以在你胡小林生活的这个人的法界当中，有佛法界，有阿弥陀佛。为什么？因为你这个人你现在现前生活在这个人法界，是全体真如做的，很。 很自然，这个真如做了什么东西，就带到这里边什么东西。那么这个真如做了十法界，也就被你这个人法界全包含了。嗯、所以一界当中具十界，那十界呢，一百界叫百界，千如呢，每一界都有是，有十个如同。 啊，十个如同，你可以查字典，乃十如啊。每一界都有十如，就相同的。百界里边每一届都有十如，那是不是就千如啊？所以叫百界千如，这是天台宗所立的。所有我们眼前看的法，无外乎全被这百界千如包括了。你要想找法，别到别的地方找了，你就到百界千如来找。这是广说。 简单的说，五味五大类法，啊，这五大类法当中，这每一类包括很多法，总共加起来白法，叫五味白法，五味叫五种，啊，五种药，你比如说五种，五种呢，呃，金木水火土五种，有多少金呢？十种，木十种。 积木、水有多少种水，十种；土十种，个个都有十种；五种材料，每种材料十种，加起来多少？五十种。五种材料加起来有五十类材料，就这意思。所以，粗粗分五种法，每种法下边含有若干法，多少法？ 五种法里边，每种法所包含的法加起来正好一百法，叫做五位百法。五位百法不少，百界千如不多，只是描述的角度不一样。简单的说叫五位百法，多了说那百界千如。你喜欢复杂的，你就到百界千如去找你的法。你说我喜欢简单的，这百界千如无外乎就五种法，所以。 叫百界千如五味百法，一一无非真如，没有一法不是真如。为什么呢？为什么你管这些所有的法都叫真如法呢？因为他们的性恒平等，都是一个金性。所有金器啊，中国的金器、外国的金器、古代的金器、现在的金器、未来的金器，你只要是金器的，那它就性恒平等，都是一个金性。 啊，无增无减。什么东西无增无减？是金子吗？啊，金子金性都是一样，只要谈到金子，但是金子有一个问题，它金量不一样。这个盘子八斤，那个盘子十斤。啊，真如我们用金子来比喻真如，在这一点上我们就要慎重。所谓真如，各个法都是真如做的。 那不用说了，性都一样，但是做这一法的真如和做另外一法的真如，从量上来讲，无增无减，也一样。你是全体真如做的这一法，啊，多多大、啊、您的法？芥菜籽儿？那我这须弥山也是真如做的。 我这么大的山也是全体真如做的，难道我的真如不比你那芥子做的那真如做芥子的真如多点吗？不多，无增无减。哎，你等等，你怎怎么着？我我这这么大的山是真如做的，您这这个芥菜籽儿也是真如做的，我的真如这原材料怎么也得比您多点吧？不多，和芥菜籽儿的真如不少，不增不减。 须弥山的真如不多，无增无减。那我成了佛，我这真如是不是比那没成佛的众生多点儿呢？物实不增，迷始不减。那我正报有毛端，啊，医报有微尘，毛端微尘，正一。 正报、医报当中两个最小的色法单位，真如少吗？真如不少，全部真如形成了你的毛毛发的毛端，全部真如形成了你客观世界的一粒微尘，所以全部真全部真如那十法界全在毛端里面吗？是，那这毛端里边有西方极乐世界吗？ 有，所以佛在《华严经》上说：“在毛端里转大法轮，在微尘里度化众生，就这道理啊。”所以不增不减。那么啊，真如哈性都是真如。 量不增不减，有没有不一样的真如呢？你看，我们说金子吧，有玫瑰金，有黄金，有白金，真如有没有这样的不同的差别呢？无别异故，一种真如就一个，很枯燥哈、啊。真如有多点都多好，对不起，你觉得枯燥，它就一个真没有差别。所以所有的法都是真如。 那么这个法和法之间的关系呢？性恒平等，无增无减，无别异故。这就讲真如门包括一切法，这一切法既然被真如门包括，它就是真如。真如的特点：性恒平等，无增无减，无别异故。所以法法平等，因为法法都被真如包括。哎呦！ 那我怎么觉得好我眼前的法好像五花八门呢？森罗万象呢？林林总总呢？没有觉得他们什么无增无减的，你看山有高有低，水有河流有长有短，人有男有女，是不是啊？哎，有生就有死，这么多法，怎么性恒平等、无增无减、无别异故？ 那我怎么看的这法不是这样一个现象？在我的眼前，这些法是这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是怎么造成的？你又说它被真如门所包括，它一一无非真如，我怎么看到好像看不到这个境界？佛说一切法差别皆由妄念而产生，嗯、这你就会你就明白了，你为什么你看到这么多差别的法呢？是因为你有妄念。 若妄念息，即境界相灭。如果你妄念一熄掉，境界相就没了，差别的相就没了。啊，所以你看到诸法有差别，是因为你有妄念。这个事儿，你不能埋怨任何人。啊，人法有差别，生死是差别。这个差别生死是谁产生的？我的妄念产生。 啊，法有差别，法有善恶。这个善恶是怎么产生的？是因为你有妄念产生的。人有健康有病，怎么人有差别？这个差别是您的妄念产生的。您要没有妄念，在你眼前的人他就没有健康，也没有不健康。所以修兰博士，他看到了神经病院的这个精神病的病人，他没有他讨厌这个病人。 你之所以在你眼前看到病人和不病的人、健康的人，是因为这二法的差别，是你有妄念。你把妄念去掉，你就发现那些不健康的人都变成健康的了。真的，真的。你看修兰博士就四句话：对不起，请原谅，谢谢你，我爱你。这相当于咒语啊，佛门当中。 相当于我们净土的阿弥陀佛，念着念着念着，心没有妄念了，没有妄念了，妄念所产生的病人跟健康人的差别都没了。既然没有不健康的人，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给他冠以一个定义，叫健康人？实际上，修兰博士把这个病人治好了，那个病人也没有健康这么一说，那是因为针对他当时有不健康的。 他这不健康的病去掉了，我们再给他一个说法，他叫健康，叫治好了。实际上，当修兰博士入定没有妄念以后，他对象的这个病人好了，没有病也没有不病。既然没有不病，我们就说他健康。这个健康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是病和健康的那个健康，是因为他没有病。 我管它叫健康，那但,但是我们这个世间任何一个词汇都有一个反义，但是我们离开这个相对的对立的词汇，我又没法描述修兰博士在没有妄念下把病人治好的这种境界。你说你不用语言你怎么描述？咱总不能说冲你冲你笑笑你就明白了？你不明白，我得说点什么你才清楚啊！我说修兰博士把这病人治好了，变成健康的人了，实际上。 没有健康，也没有不健康，正因为没有不健康，所以我说这个人健康。所以就是我们说，对迷我们说悟啊，迷要没了，悟也就没了。真正等你悟的时候，没有什么所谓的迷和悟。但是因为你悟的时候没有迷，我管你这种状态叫悟。那你可千万别执着我悟了，因为当你悟的时候，里边并没有悟，那有什么呀？不空的吗？不空。 无量无边的性功德，这个性功德，无量无边的性功德功德法，这个法互相之间没有差别，这个法没有相，没有物相。你说那物是一个相，你用一个有相的东西来形容这些功德法当中的没有相的法，勉强这么做可以，那是方便啊。等你真正悟的时候，你就要把物的概念扔掉，没有物。 那没有物，是不是会会堕入到虚无主义里边，什么都没有吗？不是，你有法身，法身里边含有非一非一，如恒河沙，不可思议，诸佛之法无有断绝，啊，无有断绝。所以真如门没有一法不是真如，没有一法不是性恒平等，无增无减，无别于物。 你之所以看到眼前这些法有差别，啊，有生老病死，有男女老少，有善恶，有这么多法，那是因为你有妄念。你把妄念放下，立刻你就见到这个法的真如。那当你正得真如，当你把妄念放下，啊，见到真如之后。 那么，当你没有放下妄念的时候，那个生灭世界，它要是真实的，它要是实实在在的，它怎么可能就没了呢？所以，当你放下妄念，这些境界都没了，才说境界是虚妄的，诸位。如果它真实存在的，真有，你能说我放下就它就没了吗？它之所以像像露水一样能蒸发而走，说明它没有，它才会。 它才会没有啊！它真实存在，你怎么把它消灭掉啊？啊，所有的境界都是这样的一种性质：可以生，它就可以灭；可以灭，它就不是真的。真的灭不了，灭了那能叫真的吗？那不是假的吗？但是这些假的生灭又离不开这个真的。问题是说，你别否定这些生灭。 这些生灭引导你有一个真如门，见到这个生灭的背后的真如而已。啊，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啊学习到此，啊，下次我们再继续从这儿开始学习。谢谢大家。